我们今天呢，主要目的啊，就是说，就像我们的一个毕业旅行，那也要到新营有一个新著名的地方去做参访。那因为鼎菜园还有一个老人社区的关怀区块，所以我们呢，以车是我们鼎菜园的老人家。我们不止出来玩，也让我们做一个交易。当然，今天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老师要在车上哈，我想我一定不是很轻松，因为他们希望把这48小时的课哈，变成一个语言，再跟各位同学就乱一下啊。或许你只有来上一次或是两次，我在讲台湾朋友哈，那也希望你今天忍耐一下，我会快速的哈，把那个课程哈，把它绕过一次。从西营参访完，要到增温水库，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你们课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我想我们不是用教学的方式啊，你可以看一看完呢，那再来再来回应，再来问，好不好？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比较轻松啊。那班长，那个有买教材的同学，先来帮我发一下。里面很清楚啊，那我们怎么跟他们联系？那我们现在就来请林社工来为我们讲说他们台南这边他怎么跟外面的这些关系做一个简单的简报，好不好？好，谢谢。那大家好，就是我等一下会利用很快的时间，就是把我的那个服务报告跟大家分享，课业辅导还有启蒙教育。那社区的部分，我们有针对志工来做培训跟定期的做一些社区宣导的部分。那我们就是把我们整个服务分成个人、家庭跟社区这三个区块这样。那就是接下来是我们的服务内容。那我们的服务内容就是会依照我刚才讲的那一些，要提到我们现在有那个手作班。那大家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平潭手作的教室，对，就是旁边都会有什么裁缝机啊、裁缝车这样。对，就是他们都会在这边上课，完成他们的作品。那大家就是这边看到的这个作品，就是也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就是他只有配一名社工，所以我希望其他的社工一起加入，这样子可以就是给新住民更多更好的服务。对，那接下来就是我就请那个我们的姐妹曹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他可能嫁过来这边的一些感觉啊、生活经验，然后或者是他在上课就是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这样子。那我们欢迎他。是来这边之后是什么都不会啊。所以是托政府的举办很多活动，然后是我来这边是有和平会的帮助，那些外籍的很多活动啊，就是考驾照也是我们来这边学习的。这个是妞妞，对，这个是。一开始我来这边，我只有学两个月的国语而已，学两个月，然后是来这边是我要补习，是晚上是读两个，一个礼拜两天，一天两个钟头，就这样子。读是现在我读，如果算是还好，是我看。注音符号看懂了，国字还好，没有意思。那是我上次我还好，有其他越南人他比我更棒。哦，这样子。那你要出来学习，家里面支持还是会有困难度？没有，是有一些是家庭他是公公婆婆他不让我们出去，但是我的家里面，所以我身上都说我来这边是什么都不会，所以他答应我要什么节目，他都报名给我。很支持你，有
先生很支持，对对对对，对我很好。不同的颜色。哦，好，来，那这个是多少？那你们在哪里做？在这，还有这个做。那我买。还有我们一些是用手做的。哦，你看这个好漂亮。